抽单老板的马军到货了，好家伙，里边有爆花的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石家庄溧阳牲畜市场，套马呢从里边挑七成马。抽蛋哥，挑哪个？第二个爆花的呗。哪个都好看，你相中了就是好看，相不中再好看都不顶事儿。在个人眼光。母的呗，是母的不？哎，差一点。小伙，你过去给活拽的，还活拽一下绳。哎，等。这都是买马必备的龙头、缰绳、马刷。带龙头，小马带龙头现在。他过去怎么弄？小爆花挺老实的，母军儿。前面够老实的。嗯，老实。你放心，你回去两天就老实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绳子给你拿的最好的质量，线的，用不坏，知道吧？带好了。生马驹子这样绑住腿了，这马就老实。其实这个爆花马挺有特点的，母军儿。你看身上全是爆花，那蹄子是四个这样的蹄子，跟穿这个靴子一样。装车。这小马真老实啊。284斤，最后成交价格19.5块，5000多，5500多。